就算身为香雪山的小小杂役，也会焚香沐浴，做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原则。不甘于平民之乐，因为他知道，重振大理旗帜的人，只有他。果然，在你心中只有他才是帝。走吧，去祭天大典。大典就要开始了。 这个灵牌我还是要送过去的。这个灵牌既然是你做的，你也能亲手把它销毁。我明白。仪式开始。 为圣神，垂同保民，永敬四海，大礼百地相承，万事永赖。跪，一拜，起，再拜，起。 想回替你做事，如果你放心不下，就拿回你的位子。你这个缩头乌龟的样子真的很难看，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对自己的事情负起责任。因为他知道，重振大理旗帜的人只有他。 大黎救治，祭天司礼者，先为帝后，再为王储。今日，我没有资格站在这个祭坛上。大黎帝女，她还活在这个世上。玄珠，玄珠，你说的什么？玄珠，你说的什么？那帝女在哪儿呢？ 大黎帝女，不，是他，秦川是帝女啊？怎么可能啊？怎么可能？为什么这么做？他逃避现实，不敢承认。我帮他承认，我有什么错？是不是你啊？说呀！说呀！是不是你啊？我们走。紫辰大人。 紫辰大人，你说呀！怎么回事？大家团结！他为离国牺牲了多少？你们知道吗？走。紫辰，大人，大人，秦珠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已经没事了，燕燕，你知道玄珠她是一个既骄傲又脆弱的人，所以她只是嘴上说话厉害了一些，她只是不想让你这么一直消沉下去，所以我相信她今天说完这些话以后，她肯定会很自责的。子辰，
去做你想做的事，我自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。沈初，夫人，你来迟了，他已经下山了，走的时候特别决绝，我都拦不住他。那他有说他去什么地方吗？作为他的娘，怕是还不如你了解他。本以为他能做神仙，做太子妃，做公主，原来他连我女儿都不想做。夫人请放心，无论如何我一定会找到他的。苏子辰，爱徒，你是要陪着我下山清修吗？走开。爱妃，你怎么还是老样子，脾气这么大呀？怎么不想转身看一看本宫吗？不可能。爱妃见了本宫，为什么不笑啊？不可能，你这死了，对吗？让你失望了。不过说实话，剑插进心脏的感觉，的确很难受。这些日子，被活活的锁在那个瓶子里，你是不知道被锁在瓶子里的那种感觉。每天我都要听着你们这些愚蠢的人说着愚蠢的话，最愚蠢的还是这条蛇，三两句话他就上钩了。你很重要。你要做什么？昊天殿一别，本宫对你甚是想念。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你早就知道燕燕在山上了，对不对？
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还要去找玄珠？你何必招惹他呢？因为他在我心里很重要，我一定会找到他。告辞。你知道那种生死之痛吗？知道本宫这段时间的经历吗？生不如死的感觉。不知道？没关系，本宫会十倍百倍的让你们来偿还。你要做什么？我知道你一定会来。来，坐下聊。哎呀，刚到山上的时候我就特别关注你，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总是有一种有熟悉有亲近的感觉。我以大理国老臣的身份最后问你一次，你是燕燕公主吗？国破之日，至亲罹难，先生带我逃出都城，教我可以杀尽天下妖魔的方法，许我改头换面去到香曲山。虽然我的脸变了，但是离国的一草一木爷爷都不敢忘。见过左叔叔，老臣拜见公主殿下。左叔叔，叔叔快请下。公主殿下，叔叔，我这颗心。这颗心总算是安稳了。亲戚，公主殿下，几天之后玄珠跟我说了一些你的事情，灵登太过凶险，你万万不能去呀。公主殿下，左叔叔，亲戚，你是大理皇室留下的唯一血脉，你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怎么对得起剑皇陛下呀？可灵丹是我弄丢的，兴许会给苍生带来更大的灾祸，不是吗？公主，请丞相大人替我照拂子民。青春起誓，定会给离国百姓一个交代。公主殿下，公主殿下，拜见公主殿下。
离帝女。不，是他。其实他是帝女。他是帝女，怎么可能啊？怎么可能呀？为离国牺牲了多少，你们知道吗？尽四海，打离百王相臣，万世永赖。大离帝女，金莎，小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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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能不能振作一点？九云大人绝对不会允许你这样。九云说过，他说只要我快乐，可是我现在除了快乐什么都做不了。你知不知道九云大人去了哪儿，在做什么？九云大人去了他的宿命之地，那能够诛杀国师的金银石，他现在极度危险，随时都有可能。他不敢告诉你，因为这些都是为了你啊！你还不明白吗？什么宿命之地？他在哪儿？我不能告诉你，傅城，九云去了那就……告诉我他在哪儿！九云，这万年苦寒之地，浩瀚无际，这儿能有火山吗？啊！要我说，这火山一定被法术封存在这冰层之下，你不觉得咱们越走越热了吗？是啊，奇了怪了，之前在冰河镇，寒冷无比，怎么反而越往里走越热？怎么样？你说，这青萤石到底长在什么邪魔歪道的地儿？梅山，此事本与你无关，要不你就别往前走了。我没事，我歇会儿就行。九云，我给你看点我压箱底的宝贝。这个金乌族专治灼烧溃烂，你服用之后马上见效。还有这个更绝，寒天麒麟甲，你解炎之后穿上它，就是在三味真火里边怎么滚怎么弄，都烧不坏。哎，还有这个更绝，血锦丹，你吃下它，它可以延续你七日的寿命，只要你神识还在，就不会归形。哎，还有这个更绝，哎，这个，哎，雷神，啊，别管我的事儿啊。此地可熟悉吗？灯灯心，
与我连通的镜子留下了，没有镜子，我便没有办法看到他。镜子，他身边有我的铜镜。铜镜？对。好，快。秀英大人，秀英大人。锁灵钉能伤着我吗？如今我是七力合一，就连冰川结界都能撕裂，还有什么能阻挡我的？这么说来，山主也被你操控了。小九云呐，青萤石当然不在这儿。你不会蠢到以为我真拿自己的命门来引诱你吧？这儿是你的命门。九云大人，这是在哪？是极北之地的火山口。极北之地，极北之地，快马加鞭也要数十日。我可以带你去火山下的冰河镇。休想毁了灵灯。是不是啊？前面冰火交叠，你不能出来，你会碎掉的。可是你守在这儿，我追大大回来。小川，你有什么办法能把他找回来啊？玄珠，疼吗？
怎么是你啊？刚刚对不住了，我只是让人报信让你别出声。独孤堕天，怎么回事？怎么把人弄晕了？暗杀习惯了，微臣知错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一直在跟踪监视，亲眼所见玄珠姑娘被香曲山山主捉走了。玄珠被山主抓走了？准确的说，是用着山主身体的丽渊。丽渊？丽渊不是被秦川一箭射杀了吗？难道是丽渊的灵力？不只是灵力，还有他的身体，每天在高都行走上朝，我觉得无比妖媚，所以我才一路追来香曲山，刚好也是撞上了，所以我才叫人让你别出声，怕把那妖怪引过来。他现在对我可是恨之入骨。玄珠现在在哪儿？启禀殿下，那妖物带玄珠公主去了极北之地。极北之地？你们能带我去吗？当然，空间法术只是雕虫小技而已。殿下，请。殿下，您直接穿过去就可以了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没事吧？殿下，你们俩怎么回事？殿下，失误失误，您稍等。殿下，这次肯定不出差池。左战士。我就在这儿静静修为，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，好开心啊！你干什么？我就想我自己在这儿挺闷的，刚好想你陪我说说话嘛。我刚好还有事儿，你自己在这儿休息吧。哎，我装的不像吗？你到底是谁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们之间可没那么亲密。
有人来了，快躲起来。好，快走。大家一定要小心，左战士，这里妖气十足，十分危险，我们一定要见机行事。百里，来者何人？没想到有朝一日，香曲山山主、天元国太子竟同时落入我兄弟二人之手。你们两个兄弟想要的东西可真多呀。杂鱼都替你清了，还不进来吗？独孤堕天，独孤堕天，刚才是什么声音？是国师。一定会做到，你看看，可有少一根毫发。完好无损。现在你可以彻底的信任我了，还我一生吧。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了，我这无双妖力是你赋予的，而且我的母妃也是因为你。上代人的恩怨纠葛我并不想了解，如若今日我换了你一生父亲，那也是因为你将我的肉身原封不动地带到了这里。过去为父委身于天元国，弃南蛮妖窟于不顾，也只是心系你一人安危罢了。此话当真？父亲大人，我儿，来吧，待你灵肉合一，这三界就是你我父子二人的了。父亲，李渊，你是我孕育的，为父这几日被锁灵钉所困，痛不欲生。
你快帮帮为父吧。父亲，不要，父亲。我现在两立归位，不再需要分神被残躯拼杀了。你的法力是我给的，你还给我。你醒了，大黎的帝女，你与灵灯结契。别过来，秦川。你去救秦川，我去救玄珠。荡涤天下妖魔，以灵祭灯，真是好感人呐。告诉我，傅雄鹰在哪儿？别着急，跟我来。就在这儿，秋云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你做了什么？做了什么？我在等着他焚化呀。你应该比我清楚。哦，你是不是不知道点燃灵灯的办法呀？点燃灵灯就需要灯芯归位，那傅九云是灵灯的灯芯，他出生于这火山，也必将归位于此。如果你点燃灵灯，他便会化为灯芯，直至燃尽，你们俩都将身死。他没告诉过你吗？